比赛在大雨中进行，黄衫的所罗门群岛原本场前六分钟凭住角球攻势制造混乱，何文辉手锤摆乌龙，所罗门群岛半场领先1-0。落后的澳门在换变之后不集中，15分钟之内连失三球，先有卡乌亚的射门领先2-0。澳门的防守没有给对方太大的压力，艾云后劲射破门领先到3-0。之后所罗门群岛的一次撞墙，图图里突破入禁区，扭过门将射入空门，遥遥领先到4-0。直到完场前13分钟，林嘉诚的入波为澳门破蛋，最终澳门1-4不敌所罗门群岛。